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网络上很流行的障碍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地面上摆一堆障碍物，看他们会不会把它撞到。我们等一下，那个这边就是他们的赛道。据说猫咪好像就是可以有一种神力，就是它经过那种有很多凸起物都可以不倒，它就可以这样闪避这样。这个就是最简单的，这是最大的啦。对，没错，他买卫生纸，这是我们的卫生纸。再来第二关，第二关就是我们的用手机壳，所以等一下应该会是用这样摆折的这样子。好，第三个就是这是扑克牌，因为它轻轻一碰就倒了。第四关这个，这个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排。第五关就是我们的晚肠，什么意思？没有了，不是晚肠。因为晚肠可能不会参加，所以露个脸。对，那晚肠就在这边休息。阿玛，搞不好阿玛避障能力很强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在这边布置喽。摆好了，志明准备在那边。对，因为现在里面有一只参赛者小花。小花好好奇哦。小花小战，等一下，阿玛你不要过来，等一下，阿玛走也没关系啊。小花成功过了。阿玛自告奋勇报名参加，阿玛好强啊！阿玛可以吗？好像可以耶，这可以啊，他顺利通过了、啊。他没有撞到，没有，他觉得很奇怪。哇，他好瘦哦！他好瘦。他还可以坐下来。他回去，他可以回转。哇，完全没有障碍。哇。我们现在要换下一个参赛者是运动高手，运动高手柚子先生。好，柚子来，哦，发觉很难走。蛮强的，很简单啊，他不急不徐的过来了，好强啊，强哦，柚子，太多颗了吧，一颗一颗。露露选手可以成功通过吗？啊，露露，他想待在你身边，他觉得被困住了啦。露露后面没有路，你直接往前走，去吧。哇！哦，我靠！他后面是谁？他瞬间就过了。他一开始撞倒了两个。对。露露被淘汰了。露露，再来一次。露露，他要走了。就小花又来了，小花当自己家在这里。难得有晚场参加，好，小花，小花你又乱录啊？晚场走，哦，很强哎，很可以。有人在敲门，小花，小花乱录。阿玛在敲门呢，哦，他直接进去。晚上一个都没到。Socks， 谁要来玩？这我不想下来。招弟人懒得动，那招弟下一关的挑战，伸脚也是。嗨，你比较不适合玩这游戏，好不好？你在这边睡觉。我们卫生纸这关算是都通关吗？露露失败。柚子也有一点失败，其实。阿玛，来，他又来一次。他又再一次。他又想再一次。阿玛，控制很好。阿玛完全没撞倒啊，他有碰到，但他没倒，所以对，阿玛是一个灵活胖子。好，我们换下一关了。这个轻轻一碰就会倒。阿玛来哦，阿玛要挑战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根本一看就知道他不过不去，哎，太我强人所难了吧？那看阿玛可以，他可以，你再。看阿玛可以，他可以，你太小看人家了。他倒了，没有，他不行，没有，他只弄倒了后面那个啊。阿玛很厉害，其实，阿玛你很强。招弟出来了，我们换招弟。好，我们的参赛者招弟就定位。他很厉害，他可以找到那个最宽敞的路线。哇塞，好强哦！可以找到那个最宽敞的路线。哇塞，招弟好强，招弟好强。好，我们这一关参赛者是柚子。柚子，
小花完全。柚子只为了吃失败了，有点太激动了啦。作弊耶，你靠你自己的身材优势。来，三角，三角来了。哇，三角来！哇，三角也很厉害。哇，哇，三角，这个我有的到，全倒。好了，你全倒，你看你走过来的全部都他在打保全倒哦。没有，他应该在觉得要挑战谁可以把它弄最厉害。对，他可能误会意思了。没有，你没走的地方都是稳的。等下柚子刚刚竟然还弄倒。但柚子还可以弄倒，他是怎样？他故意的吗？他故意的吗？他真的没有故意，他是以为他自己还很凶。我们挑战者 Socus， 他为什么紧张？紧张会影响到你的路线。对，你慢一点 ，Socus。好了，好吗？好。哎呦，超简单。Socus 你超强，这局最惨的应该是柚子，对不对？最惨的是三角，因为三角出来就全。准备开始排扑克牌，超密。我觉得阿玛肚子碰到就倒。柚子来了。哦。有弄倒，但是只有两张。来，阿玛来，阿玛来，哇，他放弃了。阿玛，要不要来玩？阿玛，来，傻眼。啊，走了。他弄倒蛮多张的，弄倒十几张。我们露露选手准备要出发了，露露去吧。哇！哦，他小心翼翼的走，哎，很强哎！哇，很强。他只弄倒这张，你只弄倒一个吗？依照这个身材，他简直是一点。挑战者可以成功吗？你晚餐不错哎，你晚餐不错哎，晚餐没有弄倒。来，小花再玩一次。哎呦，他只弄倒一张。露露的身材也弄倒一张。小花他是弄倒这张，然后跳过去没有倒半张。可以吗？一张了，倒一张，倒一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只要倒一张的都是输噜噜的。没有，冠军是晚餐。但是轻轻一碰就会倒，空气化物就倒。哇，倒一个！不行啊，这关太难了。倒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又是倒了四个。四个也不错啦。没有倒哎，没有倒，小花可以。
你很强哎，你很厉害哎，小花。关木箱看，最后一关表现最好。接下来是我们露露选手，刚刚表现得很不错。对，露露就是一定也可以。体积很大，但回避率很高。哦，倒了两个，哇，三个，他觉得很好玩呐、啊，他在玩，他在玩。露露不是用鼻子走过去，要走过去，不行，他觉得，对，他觉得太有趣了。他在玩呢、啊，完蛋了！露露，露露，你知道我们排队很辛苦吗？哇塞！全倒！露露，哇塞，画还画面，真的太刺激了！露露，那你还要玩吗？好玩、啊。你都被你弄倒了。觉得很奇怪。对。露露啊！哦，倒了，露露大败，露露大失败。刚露露弄倒了25个。好，换晚长，我觉得晚长一定赢。我现在换晚长。没有。走吧，冠军。对，你要走那里。哇啊啊！两个算是冠军吧。如果跟露露比，25个当然是冠军。阿玛现在是会外赛啦。对，阿玛是败部复活了，挑战赛。败部复活。复活赛。如果你这关做得好的话，你就直接变成第一名。你不要那么急，你慢一点，你先冷静好不好？好，出发。来。来。他要跟我那个信心喊话。哎、欸，出发是不是握手？他觉得很难啊，怎么办？阿玛，你可以的。阿玛，出发。出发。来，四个东西对我往前冲啊！阿玛，来，开始了。走那里了。哎。选手赶快出发了！别来哟，你要弃赛啊！紧要关头，你们能不能放闪？你的肉球好香啊！走，我们走这里，走。来，哦。他妈走了。肉。他妈，两个，跟往常平，往常平，往常平，往常平。他直接坐倒了。哇！当几个？数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九个。我们最后就让那个柚子跟小花一起来闯关。好，奔向自由的奔跑。去玩，去玩。他自己弄倒的，你看到吗？哇！再弄，你再弄。我们突然有一个会外赛，对，因为招弟刚刚表现很好，然后一直忘记他，招弟太没有存在感了。哎，他们都会习惯在这中间分心哎，他那边舔手跟刚露一样。其实他只弄倒一小段而已，他弄倒几个？他弄倒4个。4个，不错，给你我的手舔。哎，你不要舔。晚长，晚长是晚长啊，露露了，哎呀，露露刚最后一关惨败哎，冠军，冠军猫，啊，你是冠军猫哎，难得可以变冠军，晚长，冠军，冠军啊、哦，你是冠军，你是冠军猫，你比露露厉害，哇塞，你故意的，哇，故意的，你看故意的。